边一搭项链换，玉乐询问探一探，玉乐询问赖伯伯，再给大伙唠一唠。有个演员叫杜晨，他这个故事感动人，父子感情都丰富，听我给您来讲述。杜晨父亲杜之国，先把他来简单说。24岁那一年，认识舞蹈的演员，这个演员叫杨丽，两人非常对脾气，两人情投于意合，结婚一起过生活。结婚就是成年人，生下儿子叫杜晨。杜晨从小很内向，不是父母那般吧，学习成绩不大好，逃学扛个四处跑，常年混迹录像厅，羡慕港台的明星。杜晨心里有主见，一举考上了北电。他这个同学黄小磊，还有姚晨非常美，杨志刚、林小素同班同学同吃住。杜晨突然大改变，女友不断的更换。曾经追过黄小磊，不料却遭到怒怼，两人没成好姻缘，一时成为了笑谈。情场失意正伤心，父母大人又离婚。杜晨记恨他老爹，直到北电要毕业。毕业以后要接戏，要靠父亲的名气。为了演戏有名额，父子关系才缓和。汉武大帝刚开白，杜晨就把角色摘，饰演青年汉武帝，一切进展都顺利。杜晨忙着当演员，他的父亲也没闲。著名演员叫赵娜，很快就被他拿下。最初甜蜜和温馨，不到两年又离婚，因为认识郑伟丽，两年婚姻又放弃。父亲懂得去享受，儿子怎敢拒人口？拿下大旗英雄传，新的目标又出现，遇到韩星邱思炫，展开激情中韩恋。可惜很快戏拍完，两人分手难团圆，眼看分手难相见，转头追求高圆圆。张嘉倪和杨璐恋情分别来公布，后来认识熊乃瑾，两人很快传绯闻，又和安以轩吃饭，恰被娱记们看见。还有很多门公布，就不一一来讲述。我把明星来奉劝，用情不要太泛滥，明星也都不容易，里里外外都演戏，自己形象不维护，早晚会失去关注。情感丰富乱才华，早晚人设会崩塌，那个会崩塌。所谓保留白白和出轨，陈羽凡宣布退娱乐圈，红星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心凡红沙都在对，闹乌龙的萨拉评委会，凡也作品特务出错，明知为何小二藏微博互撕，网友们大呼狗血，谢谢谢谢。